非常感谢刘云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首《望见春风》。来宾介绍，让我们欢迎高师大老师麦慧珍老师莅临现场，欢迎。以及御点茶的蔡文雄先生，欢迎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邀请童玉卢会长为我们介绍下一个曲目。谢谢大家。就是，下一首曲目其实就是，大家耳熟能详的《茉莉花》。那就像刚刚那个三姐提到，就说为什么这个老师演奏的时候会让人非常触动。我刚刚在听的《望春风》的时候，也是眼泪流下来。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艺术演出不同于商业演出的地方，那就是怎么样可以感人更感人。那就像我们美术作品、艺术作品一样，那我们大家都有看到那个李秀芳老师的作品，他的作品也是非常感人，就是一看就是很开心。我每次到英歌台湾雅的那个他的艺术工作坊的时候，看着他在画那些作品的时候，那种专注的感觉，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，因为他总是盛装在画他每一个作品，然后非常开心，那他让收到的人就是非常的心情非常好，那他的作品辨识度非常的高，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他代表他的作品，就是代表我们台湾人的精神，非常美丽、美好、善良。然后秀芳老师就是40多年来都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，栽培很多孩子，那包括我们这些艺术家们也都很大力的支持。那他的学生都有，就是师大的博士班的学生特别来请教他又要怎么。那我们博士欢迎秀芳老师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呢？谢谢，艺术家代表。各位亲爱的贵宾，大家午安。应该说下午好了啊，站在这边实在不敢当，因为童会长是因为我风尘仆仆从台北下来，所以呢他就让我站在这里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校长，您刚刚说您有很多艺术中心，能够捐助、能够帮助很多的艺术家，我太晚认识你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虽然实际作品是现代作品，跟那个古典的作品。古代的作品摆在一起，一个代表古代，一个代表现代，我觉得今天这样子的很棒，很多收藏家愿意拿出来让大家来欣赏这个古典的这个艺术，真的是很了不起。就像童会长讲的，他要从家里搬出来实在也不容易哈，但是大家布展的时候小心翼翼，我的作品呢就没有关系，随便摆一摆就好，因为它是现代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哈。我很开心今天下来高雄，因为我跟童会长结缘是因为有一个好朋友的画展在竹东，然后童会长呢非常热心，你看他这样子东奔西跑，他一讲到屏东，我真的义不容辞。我常常开玩笑讲说我是自己跳进去的，自投罗网的。我说童会长，我也参加，因为我是屏东姑娘，大家鼓掌一下，屏东姑娘，我的家乡在万峦，对，我在万峦长大，过了一个很快乐的童年，我比校长好一点点，我的爸爸2年级就买水彩给我用，然后我可以帮很多同学画很多的图，这是我的童年。为什么我很极力的在支持这个古典艺术的传承？会长，我告诉你，这些孩子一定要支持。为什么？你从小你有这样子的伟大的梦想，跟有天大的才能，但是你没有环境，以前太多了啊。所以我很早婚，那刚开始也是帮着先生，帮着家庭。后来我跟先生谈，我说我要去圆童年的梦。校长，我可能比你好一点。今天我一定要提到你哈，可能好一点点。我要圆童年的梦，家人很支持，所以我会走入瓷器的艺术，是因为我觉得
那年想，我挂在墙上的作品很不容易取下来，很少人去换画，所以呢，我就开始在动脑筋，我要做一点移动艺术，所以我把它称为移动艺术。那每一件作品都只有一件，不可能有两件，因为这个釉药呢，要烧到釉下彩要烧到1000多度，实在是不容易。所以呢，我就这样子一头栽进来，到现在23年的时间在莺歌。对，我呢，因为以它为乐，所以没有以它为业，所以我玩得很开心。我把这些瓷器的艺术玩得非常开心，也玩得很尽兴。我希望能够传承下去，所以我学生，也都能够上舞台了，所以我很开心把它传承。要代表21世纪，我们留下了什么？我们不可能是张大千，我们也不可能是范古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想，我们21世纪要留给22世纪、23世纪，或许我们都不在了，但是他们还在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很极力的一直推广，我也很支持童会长。像这次静好的一幅画，我看到很开心，也很喜欢，所以我也义不容辞，我跟童会长讲，那个静好的一幅画，我一定要收下来。他很年轻，但是他是一个可造之才。静好加油，加油，对，有我们有远大的梦想，对不对？对哈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是不是要唱茉莉花？可是我在歌星的面前，很不好意思哎，唱吗？可以吗？我来洗个头，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大家耳熟能详，因为今年歌剧大师普契尼过世100年，所以这个茉莉花呢，应该讲说他没有来过中国，就是因为中国的朋友送他一块唱片，里面有茉莉花，所以有了杜兰朵公主，是这样子来的。只要是杜兰朵公主那个歌剧，只要他出来就会播茉莉花，所以一场歌剧里面可能有9回会播到茉莉花，所以还是请歌星唱，一起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我洗个头啊、嗯。等一下由刘老师来拉小提琴啊、嗯。我唱一小段就好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人人夸。好，我们请刘老师，还要你继续唱下去吗？你背得起来吗？让我来将你摘下，送给别人家。